啊，我是个讲道理的视频主嘛，啊，要跟40年前的我讲道理嘛，所以说我比较啊喜欢关注当下的啊环境啊状态。那我就是以这个啊新浪热搜榜啊为题材做节目，所有的社交平台里啊，只有新浪它具有最大的一种啊属性啊，就是这个各种新闻思想流派的大杂烩啊，大集市大卖场，任何一个平台没办法和它比较。虽然它近年啊有人说它庸俗化、等等这样子那样子的一些个不可言状的问题，但它现在还是有这个特性。可是我以它为重点来做节目呢，我都10多年了，我都快做死了是吧，所以说他现在的东西呢我就不太敢多做了。但今天的热搜榜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就是近亲结婚啊在热搜榜2了，很高的榜。就突然发现呢父母啊是近亲结婚。哎，这个可以聊一聊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他说第一次听到近亲结婚还是在初中，当时觉得太离谱了，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父母，还是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别人家的八卦啊，我才从他们的称呼中意识到不对劲儿。我试探性的问了一下，结果呢爸爸妈妈是同一个姥姥，也就是姥姥生下的不同的孩子再生下了我爸妈，他们本应该是兄弟姐妹，从前一代的人一家有很多兄弟姐妹，姥姥就生下了一个男的四个女的，但是爸爸妈妈现在都不以为然，我真的崩溃了。没想到近亲结婚这个事儿就发生在我身上，当时上学就学过了近亲结婚会导致很多基因病，我不知道怎么给爸妈解释，他们也不明白我为啥这么激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啊，他们觉得这个是个小事儿，我好说歹说才说服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去专业的机构做基因检测，真的害怕我们有基因病，家里不是很富裕，有了基因或者罕见病真的能把我们压垮，所以趁早去做基因检测，在还在等待结果中。有没有人知道这种近亲结婚得了基因病的概率大不大？医生说一切要等报告出来当面说，我现在心慌的要命啊。评论，我去摇摇车摇了一晚上才把关系理清楚。评论，你奶和姥是亲姐妹，你居然这么大了才知道。评论，家住在黄土高坡，你爸是你妈表哥吗？评论，哇，好神奇的经历。评论，我妈妈居然是我舅舅的妹妹，不可思议。评论，很炸裂，我之前听我同事讲他家里都是早近亲结婚，亲戚结婚，我说这是为什么呀，他说因为这样亲上加亲，然后他说爸妈是远房表哥表妹，然后还有他还有一个大伯和一个近一点的亲戚结婚，结果生出的小孩的眼睛不是太好。评论，我奶奶和我外婆是表姐妹，算近亲吗？评论，是会有基因病的，但是我爸说爸爸那边的近亲结婚生出来的小孩男孩智力是有问题的，女孩子反而正常，妈妈那边的近亲结婚生出来的女孩智力有问题，男孩子正常，我不知道准不准，反正我三伯跟我三婶就是堂兄妹，我天，堂兄妹属于爸爸那边的近亲结婚，他们的闺女很正常，还是小学老师，但儿子是个傻子。呵呵啊，评论，去年我妈的表姐就是我妈舅舅的女儿，要把她儿子介绍给我，我直接给拒绝了，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接受不了。我弄了半天呢，我也弄不明白它是一个什么关系，比如说它这个图
两个人手拉手喊姐姐啊妹妹啊，下面写着男方和女方。我想了半天才想明白，不就是个表情嘛，是吧，就是这个意思。他要说真的是让人啊很惊讶啊。你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吗？他，哎呦天哪，后面有一个搞了一个视频，近亲结婚危害，这个人我不给大家看了，看了以后会这个引起这个反感的心里面啊。周蓬安呢，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大思想家吧。他说啊，家族中如果没有明显的遗传病史，不必担心。此外，能写出这么一大段表述清晰的文字，说明你的智力是正常的。你爸妈近亲结婚，并未给后代带来智力遗传的危害。当然，尽量的避免近亲结婚，目前法律不允许。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懂了。这里面他最后提到基因检测，我觉得基因检测这个东西，就是通过这个人为的设计人的结构，改变人的人性，这个东西还是要慎重点看吧，是吧？如果你完全的相信这个东西，那就是否定啊造物主的存在。这个造物主，我觉得不是只是指啊基督教的信仰或者宗教信仰的这个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你信仰科学，你也有造物主的这种啊认知的。就是爱因斯坦说的嘛，说你越是个科学家，你会越发现的万物这么富有逻辑、精巧微妙的运行啊，你不得不感叹它是有一种神秘的组织安排啊。就是越来，就是你越是一个大科学家，越要相信人力之外的东西吧，可能是这样说吧，是吧？那就是说，你越相信了这种基因的东西，那可能你就越否定了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啊，要警惕这个意思吧。啊，就是使人变得狂妄，华大基因董事长那个样子，哎呦，真的是让人很难接受。就是他搞科学的吧，他搞着搞着变成了搞宗教的，就是他虽然他自己极力否定宗教。啊，就是这个一个想法啊，基因检测啊，不是后来很多人都以此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啊，挺疯狂的，就是哎呀，你做个基因检测吧，就知道你活多少岁。那华大董事长不就是这样说吗？那个家伙，你说多大的蛊惑力，一检测就知道你有什么病，你要活多少岁。这样又啊想起另外一个事儿，就喜欢周易的算命的一个兄弟。他有一个理论呢，就是他不敢说他可以改变别人的命运，因为这里面是很费解的几个逻辑，就是你能破解别人命运，你能不能改变别人命运呢？他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坑啊。如果说我能破解你，是算命嘛，我能看出你的命运，那我就不能，我不应该不就是人可以破解你的命运，这样才好更好赚钱吗？但是这个哥们儿呢，在论述这套的时候，他把这个他要否定掉。他否定的原因呢，并不是说我要分析，并不是说他不想让更多人信服他，啊，信服他说的周易，也他赚更多的钱，他只是预感到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坑，他无法逾越过去。那你面面你就变成造物主了嘛，是吧？你可以把一个人设计出来，啊，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这个人，就不找他的算账吗？啊，你给我算的命，你说这样子破解以后，我就可以发财。我都按照你说的这个东西，都到现在没发财，怎么回事？你赔我钱是吧？所以说他要把这个东西要否定掉，啊，说我能看到你的命运，但我不能破解你的命运，啊，就是要退一步，要给自己留余地。那么我看到他这就是关于基因的我的看法了，就是我觉得研究嘛，人探索精神嘛是可以探索的，但是不能一下子你把它弄成一个造物主的这么个高度，像华大基因董事长说的，我都知道活多少年，然后我怎么改变基因活的，这个是很费解的，这里面知道吧？咱们我是这个讲道理的 UP 主嘛，啊，这个就不论述了吧，关于基因的事儿。
关于前面的事儿，近亲结婚啊，为什么法律好像上面说的不允许结婚什么的？这里我就想到了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教授，他有一个相反的说法，朋友们，啊，这个教授的名字啊，他的论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不太喜欢他这个教授这些个说法和想法。比如说他一家人去看小 A 片小毛片啊，他就说这个，这还是个教授了，他就说近亲结婚没问题。我呀，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论点我就不再赘述了，是吧？我觉得难以接受，难以接受了。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真的说不清楚，就好像立即就想到一个盆吧，又和面，又洗脸，又当便盆，这个这就心理上就觉得是很难搞。另外又想起金融来，有一个金融迷啊，米其林里面的一个厨师很厉害，他就跟我说他将来他要去英国开餐厅，要带着我去。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把这个大哥联系方式放到哪里去了。他说的是很真诚，他真的可能想这样干，我真的也想去，但是我们俩的机缘相差太多啊。我相信现在我找到他的联系方法，我现在在问他，他可能要否定这个事儿。时下的环境，当时的环境，他当时那样说，环境一转变，时代一转变，那就完了，是吧？所以我也没有联系他，想跟他去英国。他就很金融迷，香港人嘛，他也是香港的嘛。我就问他，我说金融他为什么写这么多近亲婚恋的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没有发现呢。我说你看你这个金融迷，你这么爱读，他很高一摞那个金融的书。我说我从来没怎么读过，我以前特别爱看古龙，我小的时候为什么看爱看古龙了？因为我标点符号不行，我特别讨厌标点符号啊。说这个样子表示这句话什么意思，要点什么标点符号，我特别讨厌这个东西。你看金融古龙的书就没有什么标点符号，它都是好像我们最早的那个文字没标点符号，就是那个它是一种像诗的写法一样，就一段一段，我觉得那很好，我喜欢这种写法，而且那个文字精简，所以我爱看古龙书，金融书没看过。那特定的环境下呢，就看一下吧，它这么多金融书嘛，我一翻，哎，我说这里是个近亲结婚啊，表兄表妹什么谈恋爱啊，这本书里还这个呢，这本书我怎么每本书都这个东西？我问他，他也没给我解释出来，虽然他是个金融迷，他没发现这个特点。后来吧，好像又了解一点，金融是贵族出身啊，我想这个是不是金融一种自恋呢？起小就贵族是吧，表哥呀表姐呀表妹啊，然后大家穿的也好是吧，穿的小洋服小皮鞋什么的，就觉得自己人好，是不是一种自恋呢？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我们自己人好，所以说他是不是自己有这个倾向，然后这个写的书里都带有这个东西，我比较反感。反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潜意识里面呢，或者造物主给我什么信号呢？我也搞不太清楚。明确的信息，我要谈，我这期节目要谈婚姻带有交易性，我要谈这个问题啊。它与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近亲当中搞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要知道有个性剥削、性压迫的问题啊，你是不是在剥削和压迫你身边的人呢？比如说金融这样的人，是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恋，我们家人最好了啊，我们都。外姓的人都劣等人，怎么不好是吧？所以说我们交合，我们的自己和自己交合。另外，你是不是一种这个压迫呀和剥削呀，是吧？是一种骚扰啊？为什么说老师和学生、老板和员工这个这样不太好呢？因为你地位不平等嘛，这是明确的啊，我觉得是让人觉得不好的。再有，这个人透过婚姻是可以扩展资源的。是吧？认识新的人，啊，新的世界，挺好的嘛，啊，多一重世界。你非得是什么亲上加亲，是什么一种什么想法了？是因为这个不愿意拼搏，不愿意探险，是吧？是因为自恋，我们最好，别人不好，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啊，
你这个如果说和真善美、和造物主、和上帝、和佛陀无限的亲近无害，当然也有害啊，像洪秀全就有害了啊。假如说无害，那你和造物主亲上加亲不完了吗？你非得，你已经是个亲属关系了，就是我觉得血缘关系里很难谈自由意志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咱们是血缘关系啊，就好像就亲近啊，是因为造物主的安排啊，还是就是我们生活的经历就是如此？我这个我也不好解释，因为这个内因的东西，很多东西解释起来就非常的困难的，把大家解释糊涂，把我自己也解释糊涂了。就是亲属关系，它就是这样一个距离。我冷冻十年，大家相遇，就是那个都是平安的。他这个生活挺好，不匮乏，富足啊，健康幸福，我生活健康幸福，我们可能定期的碰个头也就好了啊，不必天天紧密的粘在一起，这样给人感觉好像是有点疏远。但是一旦谁有困难，还是全力以赴会帮的，然后各自去到外面去拓展，寻找新的资源。所谓的相愿虽然不是这样的解释，但我也愿意这样解释。什么是相愿？就是你死乞白咧的在这些熟悉的人当中去压榨油水，你不就是相愿吗？是吧？人热爱家乡，不是走得远，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回报家乡吗？就回报你这个母体吗？滋润它吗？你天天在这里面，你说你压榨它是吧？你在这里做了人上人，什么人中龙凤，你不还是压榨这个熟悉的人吗？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说，有人认为一谈交易，谈价值，似乎就，解构了、削弱了高尚，不是的，是吧？人，他有的时候是用这个来解构了，使高尚变得不高尚，但他更好的是使得假高尚可以显露原形，是吧？所以说这个圣人、大学者的这些个有些个话，有一定的危害的，是吧？他只谈说务虚，真至真至纯至美，多么美好！但这个东西越谈越让人变坏、变糊涂，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连一个基点都给摧毁掉了。婚姻具有交易性质、具有价值的问题没有问题了。什么叫价值问题？什么叫交易性？动物。没有这个动物，就是我是个老虎，哇，你给我一群那个鸡，咔咔咔吃饱了，你再给我多少鸡我也不感兴趣，是吧？我也不会说用这些鸡弄一个鸡动物园、鸡游戏团，你觉得我也不会说弄些个人，我吃饱了我弄人戏团，我就没兴趣，是吧？这是动物，就是满足存在。强盗呢是不给钱就把东西要拿走，这都是违反交易的啊！你看动物、强盗，魔鬼呢是什么呢？魔鬼就是我把你的东西拿走，我也倒霉，你也倒霉。魔鬼就喜欢这个，他干这个。而人不是，人是什么呢？人就是，假如对我没好处，我不和你在一起。可是对方呢，他也是，假如你对我没好处，我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这是人最大的特性了，就是市场逻辑啊。那这有什么不好的吗？有一些个，你说你否定婚姻里的交易价值的这些个东西，你是要做什么？神是什么呢？神，你别管我要啥，我都是给你。你而且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还给你准备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你大惊喜、大礼包。你要做什么？是吧？你否定婚姻里的交易性质，要做什么？你如果没有能力做神，你是要做强盗啊，还是做魔鬼啊？所以说，我们要接受，婚姻里面有交易的这样一个问题，近亲结婚。不太像有这种交易性的东西，反而像损害交易性的东西，是吧？假如说这个亲上加亲就是第一次亲，就是你也好我也好了，
是吧？然后再亲上加亲，要变成就是交易性又多了一层。你看，你也好，我也好，就已经是交易了。说你又再结一次婚，你近亲结婚，说交易性就更强了，没有嘛？哈，就好像一个孤岛，就你们三五个人在这里折腾来折腾去，你世世代代都这几个人，烦不烦呢？你，我反正和我哥没什么太多的话说，因为我的话吧，对人有伤害，我觉得是吧？总想，我不是刻意要撼动他，但是这个总这个。好像撼动他刺伤的他在想什么我是这个大差不差这个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也不是很感兴趣对吧他也不是说那种很喜欢淘思想的那种人是吧每天淘一种新的思想又淘一个然后来跟我分享他也没那种倾向我没事有事的跟他天天站在一起干啥啊不他就是一种生活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他就要天天和这些个熟的人，哎呦，大学同学聚会完，中学同学聚会，高中同学聚会，小学同学聚会，聚会完了再来一轮，啊，真是忘记不了过去的一个人呢，是吧？说忘记过去就是死亡，他明显的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否定这个东西，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多少有点厌倦，说我愿意认识新的朋友，新的想法，淘新的思想。好，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结论有人认为近亲结婚呢不会造成这个大问题啊。包括刚才那个周先生不说，如果你家族里没有病的遗传史，问题可能不是很大啊。那么他有人反对这个呢，可能是有他的想法，我也不好多说，是吧？我反对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基于。啊，这个不是心理，这个心理的这个东西很难和别人来产生，一定要共鸣吧。我就是基于婚姻要接受价值交换这个概念，是吧？你这个一次婚姻是更好的一个拓展一次的价值，你何必重复这个价值？不就是损失吗？啊，已经是表哥、表姐、表妹一样的关系，已经是亲属，挺好的了。再进一步，还进成什么呢？是吧？像真善美可以有无穷尽的尽，你这个血亲关系总尽就伤害了，啊，使人的自由意志更匮乏。